沿着角落光壁上去，看到王之后，将走道分成三等份，左右来回放光壁，抓光壁的时间差补电路。我想试试低消耗能否攻略成功，答案是可以，到时候要记得带火啃。大致上就是这样子，学会了吗？祝大家宝物刷满满，附魔附到想要的。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就帮我按个赞跟订阅吧。